出来才撕掉的，哎，掌声鼓一下来，对，谢谢大家，晚上好。那很简单，介绍一下我自己啊，那我名字叫蓝宇，啊，刚为大家呈现的歌曲呢，是我们一代金星第一的歌，然后这件衣服呢，也是李毅送给祥云，送给啊这个祥云送给姚宇，姚宇送给了我。有时候唱歌台就是这样哦，这个热情的观众，还有热情的灯光、舞台设备。 我们一出场呢，就是满身大汗。哎，啊，第一首，第一首，一张，真的，不然我这哦，不用紧，我用。有办法用衣服骂好。OK， 我想为大家表演的歌曲是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，是一首中国名曲《天路》，来送给大家 ，Thank you。
累，当一个艺人 ，OK， 可以了。我知道你很辛苦，另外，我。